都开好，好，谢谢。好，试一下声音，试一下声音，小心说一下话。One two one two，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吗？一二三。OK 啦，感谢。好。那可以帮我谈一下，就是代言这个游戏啊，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心里有比较重？哦，就我刚刚说的，我一天现在真的都会花两个小时以上去玩了、啊。然后里面的画面跟风格各方面，其实我个人都蛮喜欢的。然后这是代言心得，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在公车上或者是 Seven 上看到小弟我本人的一些露出啦。对，其实是蛮开心的啦。对啊，啊厂商真的也蛮用心的。游戏有想哪些类型都还蛮舒压的嘛？小马力啊，对啊，然后捕鱼台，我蛮喜欢玩捕鱼台的，还有最近那个什么破敌什么牛那个，对，那我时常忘记名字啊，可是就是很好，就是那个还蛮好中的，嗯。那你觉得游戏然后跟其他家伙一样，它赔率特别高？我觉得画风跟赔率都差蛮多的，对，好玩。它工业部分好不好？嗯，跟特别就是我要做工业要跟政府的产值，我们是怎么样子做？然后大概是从哪边的收入来捐给政府？其实平时我们本身每个月就已经有做一些，是红星智慧，对。然后平时我们每个月就已经有用我们公司的名义都有在做捐赠的这个部分。那这次是结合厂商，那我们所有的代言费，我们也是拿出很大的部分出来做公益，对。反正我这个不太会讲话啦，我这还是一样就是抛砖引玉这样子而已啦，对。问一下，说一下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嗯，我等你这句很久了。他身体状况目前是还在家里休养啦。对，然后希望他没什么大碍啦。但是昨天通了电话以后，精神其实是还可以的。嗯，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他讲他那一天呐、啊，因为他到底是从饭店，然后就纯粹经过那个事发现场，还是他是从舞厅里面消费出来？因为这个好像有不同的说法。他昨天好像已经有发他个人的声明了，对啊，那他个人声明的那个以他那个为主吧。然后其实剩下我觉得是以警方那边调查的结果为主。对。想问一下，那接下来你们曹院长目前的工作呢？是有先暂停吗？先休养还是未来的安排？帮我看一下情况。好，他本来今天是要来参加，一起跟我们这包括娱乐城一起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然后遇到这个事情，所以只能暂时忍痛的让他先休养，毕竟要好的身体才有办法继续工作嘛。对啊。那大概算到什么时候？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伤势复原程度真的也还不确定啊，也是看客人的身体状况嘛。对啊，对，然后那个就是凶险都已经找到了。对，凶险好像在昨天十点半的时候，四个全部都抓到了。那我真的是要谢谢这个高雄市的这个警察局局长哦，还有就是市长他们的帮忙啊，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啊。然后我想说，如果过一段时间，曹一甲伤势好一点，我们再亲自下去跟他们说声感谢。对，好，谢谢大家，谢谢。我在这平房。